晚清真实照片，溥仪穿着和服的川岛芳子，图四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，这张是川岛芳子穿着和服的照片，容貌清丽，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的女明星。原本是高贵的清朝格格，为了复辟大清，不惜成为日本的一枝花，进行过不少日本间谍活动，曾亲自营救皇后婉容，并且受到了特务头子的大加赞赏。这张是晚清肃亲王善袭正装的侧脸照，看起来富态感十足，可见生活过得十分的恣意。他儿女众多，其中以女儿川岛芳子最为出名，爱新觉罗载洵，满洲镶白旗人，醇亲王奕轩第六子，光绪帝之弟，被封镇国公，虽没有封王，但位居公侯百子男第一等，而且习气度颇为不凡。如图所示，这张是庄士敦主拐杖者陪同着行政长官洛克哈特视察中国的军团照。庄士敦是一名英国人，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，他非常崇尚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其对儒家思想激进迷信的程度。拍摄于1905年，这张是晚清时期四川教夫的照片，四位教夫对着镜头，那时候摆好了姿势，服饰朴素，面容愁苦，这画面极具震撼感。这张是张之洞的女儿张仁惠左二和兄长张仁乐夫人的同框照，个个面容清丽，只是服饰宽松，看不出窈窕的身姿。这张是晚清蒙古族人和汉族人的合影，照片的人物前排中间是一位蒙古族王公和他的妻子，看起来极具夫妻相，模样很是喜感。这张是晚清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的帅照，他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，颜值完全可媲美现在的男明星，令人见之忘俗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